我今天到山西来，主要是关心啊，去年那个灾情。我欣慰的是呢，虽然这一次灾害啊很严重，但是呢，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，靠你们的自力更生，很快的把这个灾后重建办起来了，冬种也补过来了。看一看，心里啊有点底，啊，一定要把这个年过好。谢谢各位。